魏华原名王魏华，出生于1962年。作为一个80后的摇滚迷，提起魏华就不得不提呼吸乐队，提起呼吸乐队就不得不提高旗。1988年，高旗与著名音乐人曹军组建呼吸乐队。而魏华他从小就是学霸，各科成绩都很好，英语最优秀。因为声音出众，他顺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主持，成为主持人对于魏华来说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毕业后，魏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88年，魏华主持 CCTV 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代大众的偶像。1989年，放弃了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职位的魏华，摇身一变以呼吸乐队主唱的身份出现在北京90现代音乐会舞台上的时候，曾经引起一阵轰动。当年90现代音乐会上，魏华演唱的《太阳升》全场最后一首，能听出当时有一些人一起合音。当时的魏华已经快30岁了。更传奇的是，一向桀骜不驯的乐队元老高旗，第一次听到魏华唱歌，就决定把主唱的位置让出来，甘心给魏华做吉他手。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红太阳》，没想到这张专辑出版当天清晨就被封了。1995年，魏华终于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现代化》。当年这张专辑中的歌曲被美国权威乐刊评为最值得一听的女性摇滚乐。他在呼吸乐队新世界，那个震撼性可以和当时中国摇滚圈最火的摇滚曲平分秋色。后来他的歌曲就更具自己的个性了。1999年夏天，魏华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酸女》。虽然他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他是中国摇滚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影响着中国摇滚后来出现的女摇滚人。
经有个嫂嫂被死亡掠夺，我已经非常讨厌无名做作，我已经喋喋不休地在念叨。